道理，行到倒一个十字口，落车阁换班车，都三千落去一班，那会塞车，对吧？对。你交通起来车，规个好势，大家坐车方便，咱就免家己开车嘛，对吧？对。今仔就是交通起来车无方便，所以才会大家拢会开车，往后拢会塞车，所以你才拜托你一定要规。无问题，嗯。好，时间到，接下来就由林碧秀议员。好，开始。啊，党委主席杨议员、副市长、啊，各局室的主管、啊，媒体朋友、各位同仁，大家好，早。而且啊，针对啊，咱交通旅游局，啊，咱旅游局吼，啊，有一寡建议甲探讨啦，吼。就第一个景点来甲咱旅游局的局长做建议探讨。咱大同市吼，啊，全咱大同市的脚踏车是大同市的发源地，啊，真济真济所在拢脚踏车迄个自行车道做甲足好势。真正遗憾的吼，真正遗憾的，阮大理、五峰拢无脚踏车道，真完整的。所以伫遮啊，我请咱啊局长伫遮甲你做一个建议，甲探讨吼。哦，一旦予咱大理五峰吼，大理21万人口，五峰哦7万人口，有一个真完整的脚踏车道。顶工哦，我有请咱局去会勘，我有一个真好的草溪，草溪拄好甲五峰的界界。台语人要用嘛真方便，无人要用嘛真方便。佮而且伫咧几年前，迄个高富案已经有整治好势啊。佮而且草溪已经是大溪，大溪算无水啊，一部分拢无水啊。所以即个脚踏车道，拿来个建设完整来讲，对咱新政府是一种德政啦吼。对地方来讲是一种福气吼。地方的需求真正大吼。啊，顶间有请咱局去会勘，伊讲今年度这个预算无啊，我希望局长你重视一下吼，这个初阶段土地已经整理好势啊，真正是去实现尔吼，甲大理五峰做一个真水、真有完整的脚踏车道，你讲好无？李官哈，报告哈，因为它是在美琴桥跟银莲一桥，也超两公里左右了哈。啊，迄部分吼，因为它涉及到行水区哦，它个三合街部分，阮过来协调一下，看整体的规划吼，看要安怎来接啊，把那个整个休闲车道、那个休闲自行车道的系统，要安怎来接起来啊？想讲阮个打迄个做整体的规划安尼啊，看他来你个报告安尼。嘿，局长，你讲到三合街吼。因为下游拢整治好势，面上游也未整治，但是这个是无水啊，这是高污染，不是低污染。吼、哦，你顶日讲三合池，会当捐出三合池给咱倒入做，吼、哦，这会当捐出三合池给咱倒出去。哦，你高污染来整理好势，做一个真完整的，代理甲无方人会当使用的，诶，这个脚踏车道，吼、哦，你就近去做，卖讲今年无预算啊，还搁等明年，明年搁等明年，我等下来三年半、四年半。都无呀，吼、哦！我来协调啦。嘿，这就紧啦，嘿，吼、哦！过来，我伫遮是要讲哦，咱迄个打造五峰大理观光一路通啦，吼、哦，一路通。啊，你有局长，咱着新，咱新政府嘛，吼、哦，新政府真济代志，可能新政府嘛也无真了解。啊，借着这个业务咨询的机会，我甲大家做一个报告，吼、哦。咱五峰大理吼，五峰是真侪观光的景点，甲文化气息相当良好的地方啦吼。五峰也会当讲，甲这个观光的景点，咱来请县政府、咱市政府来甲做一个真好的行销平台吼，相信会带动咱五峰的欢迎啦吼，嘛必相对带动大理啊咧。五峰有一个林家古厝林家花园。局长，你知影吼？知。九月地动的时阵吼，差三工要验收吼，啊，结果倒去。啊，我阵啊，伫议会伫争取，结果坚持搁重建，为中央补助6亿。
啊，即摆已经即几年来已经有在营运，您家子孙在营运，可是因未晓做生意，未晓行销，生意无真好，拢了钱，拢亏钱。佮重点吼，稍等下再敲通啊，交通局的，迄一个公用的停车场起足侪年也未起好。所以这个停车场嘛有这个问题啦吼，赶紧等下再请咱交通局这个，迄个咱有专线，我希望讲我这个武康这个专线吼，我定伫武康在讲，啊嘛是武康人的希望讲，这个专线咱应该甲连线，咱市政府甲做一个行销，每一个观光的景点拢甲行销出去。即摆未来明年都要做小路啊嘛，这个所在。需要咱市政府协助去行销，啊，不，无方的林家古厝、林家花园，这是真好的，有历史的吼。这都过去是台湾做上大歌水军都督吼，上个大歌吼。过来，哦，咱的新义会，新义会嘛一个真好的景点吼。新义会是咱啊民主殿堂第一届上个好的所在吼。所以吼，咱有林家公园、个林家花园来个新义会。新义会来过来有一个地震博物馆，留个上完整的吼，九二地震目前留个上完整的九二地震博物馆，这嘛真完整的，真值得参观，真值得咱去省思的所在吼。过来，光复新庄，这嘛台湾大陆来台第一个上个优质的吼，哎，有上个优质的诶光复人员伫遐住吼。设备上个好，早期诶，伫个五六十年前都迄个下水道，搁而且树啊种个足大丛足水诶吼，这嘛是一个真好诶观光诶景点吼。过、哦、来，这我提案啦吼，怎么甲你做一个探讨吼、哦？来，过来提案，过来，咱诶光复新村过来都，光复新村过来，咱诶亚洲大学，亚洲大学啊，开一架车，请一个日本世界上有名安藤忠雄来去一个美术馆。哦，这嘛达到一个景点，哦，安藤美术馆，搁来咱这么多位，武康代理会使讲一路游，一路通。但是这个景点哦，伫过去这几年中间，拢咱的政府拢无在帮忙因行销，所以伊嘛希望讲因带动因的武康哦，二十年前嘛遐年七万人到，二十年后嘛七万人到，甚至九二地震的时阵搁减着啦。因武康人这么期待。期待咱的观光会当予因带来这个经济，所以讲吼、哦、啊，直接建议咱局长吼、哦、啊，新政府新年新气象吼、哦，有这个期待，甲阮这个武康代理吼、哦，我都第脚踏车道代理武康拢用用啊，过来林家花园，咱新义会，咱光复新村安藤忠雄诶美术馆，只要做一个连线会当讲，大家来佚佗吼，来佚佗了后，伫行销，大家拢知影，会当连线，大家来都一路游，甚至来阮代理炒食瓦冰，嘛用食点心，搁炒硬菜，哦，这拢阮代理的名产，无妨的芳米，这是行销农产品，是咱观光旅游所带来的这个经济，这是农业局的，但是伫遮顺便提一下吼、哦，所以伫遮啊，我拜托局长。啊！就这段时间了，甲阮我拄则讲的吼，我嘛会提案，这沿线吼，敢做一个规划，敢做一个行销吼，做一个行销吼，会当服务方吼，这个观光会当阁真正带来一个经济财，阁来而且服务方有两间的大学，所以上届好，上届我着文化观服务方有文化观光景点，文化气息相当浓厚的所在。所以特地咱去加，咱大家咱去加到行销，吼、哦，这只要拜托局长你吼。有啦，议员，即马阮遮吼，这套装的旅游，我拢迄个方向差不多是议员迄种方向去做观光资源的整合啦。哎、欸，迄、那个方向是安尼，拢有伫做套装的行程的整合安尼。对，这一定是啦，吼、欸哦。过去这几年拢无，做这个工过哦，啊，所以伫网络底啊，设备好底啊嘛无做安尼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教育局要重视一下啦，吼、哦。好、哦，诶、欸，那个，我来请咱的交通旅游局，交通局啦，吼、哦。过去做议员拢定来交通旅游局。好、哦，交通局，你，我感觉你是有效率、有行动力的啦，吼、哦。有效率、有行动力的，那个，
拄只我所讲只沿线车吼，我希望你甲规划一个公车，吼、哦，咱公车吼，迄个即摆卖讲即摆头一开始吼，即摆原来有公车都拢有甲遐，现在无入去甲迄个景点尔，伫路口。我希望你甲经营规划一个小巴嘛吼，四台拢即个景点，即摆头啊开始吼，我希望讲你到拜六礼拜三晚吼，即、這个公车甲即个景点沿线。即个原来都拢有公车，可是无入去到内底，吼、哦。而且我建议讲，你甲规划这个公车，予伊沿线会当。这个我这所念这景点，都有顺路啦，顺势安尼，吼。哎、哦，这拜托你吼。过、哦、来，因为我希望讲，咱交通局吼，会当讲吼，佮专工来设一个吼，咱即摆社区关怀据点哦，做甲非常好。真侪社区吼、哦，迄无钱的遐志工做个足用心、足认真哦。啊，社工关怀据点，即个社区关怀据点一般拢是年纪较大老大人。啊，年纪较老大人，咱即马本来七公里，咱七月就变十公里啊嘛吼、哦。啊，十公里，但是六十五岁以上，咱就一千块坐免钱。可是一千块坐免钱，伊嘛无机会去坐啦，吼、哦，无机会去坐车站离伤远，车站离伤远。我希望讲，你甲咱跨级市哦，咱甲社会局，小探讨咱的关怀据点伫倒位啊？伊来甲关怀据点这个所在，咱的嘛是小巴、公车，小我甲绕一下，或者老大人会当方便。咱花伊一千块，伊才有法度效用着。无真侪人一千块，伊嘛无法度坐啊，伤远，吼，伤远。啊，即摆伫遮吼，我嘛来建议咱交通局吼，我是感觉讲吼。咱的公车拢总有补助，拢有补助吼。即马现在可怜的计程车吼，即马计程车一般拢是中高年龄在咧开计程车，少年也无人咧开计程车。啊，中高年龄咧开计程车，即马真歹趁食，有拢伫病院门口咧载啊。可是伫病院门口咧载，即马拢有咱的富康巴士载了了呀，真歹趁食吼。我希望讲咱政府的电政，若有法度吼。啊，我多食，咱为台中市做起。只要伊是迄个优良的驾驶，真正有在营运的，咱的建车定期一个月看来甲补助，意思意思看偌济。我相信这正好导正，或者中高年龄，伊想讲加，哎，一工安尼攀几工哦，讲赚几百块啊，无够食饭。在咱公车这么啊密集的态度之下，有的是无方便的，再去坐建车，从啥再坐建车？所以讲，希望讲，即个计程车的，即个只要伊优良的驾驶，咱交通局，咱是不是来找一条钱，来甲补助呢？你看有法度无？因为哦，计程车唔是政府规定的大众运输啦，所以这要补助，爱靠法律有法度套啦。啊，我来研究看卖。哦，我来研究看卖。我相信你有这个才能啦，哈，拍拼看卖嘞。拍拼看卖。好，拍拼看卖嘞。好。因为即马吼，咱电视吼、哦、一直在报吼、哦，即、这个照光反光啦吼、哦，照光反光。即马日头遮咩啊，车斜着吼，有时啊看到拢视线无好。我建议讲，咱即马咱交通局是毋是甲迄、那个针对迄个车牌吼、哦，改做迄个荧光虫迄、那个，哦，迄、那个荧光虫迄个色，哦。咱的车牌啊，吼，咱萤火虫啊，嘿，萤火虫，荧光哦，萤火虫对啦，萤火虫迄个色，有啊，怎么搞做？即马用迄色咧，违反规定啦。违反规定。交通部伊个车牌有一个规定，材质拢规定个，拢车牌拢政府迄个公路总局因分的啦，嘿。袂当哦，暗时网络嘛在宣传，讲萤火虫这个。这个计划，这个来做这个真好啊！奶奶，交通部讲违法。伊个无袂当待车牌顶悬乌白倒物件。是了，停住，迄个单车迄个了，单车迄个了，后车停了，后车停了。啊，后车停，你讲站牌啊？嘿啦，不是放你车啦。哦，站牌好啊！我来站牌，我来找迄、那个，因为即摆咱车牌啊，拢公车业者有一个联管会，我来交因探讨一下啦。嘿啊！因为即摆车牌拢因咧做，张
装电视无，反光伤强，车连环撞啊！对对对，看得清楚啊！嘿，啊，拄到这咱有需要，这真正嘛真侪乡亲的建议啦，吼。哦，阮积极来探讨。我请咱，请咱叫做，请咱交通局再重视一下吼，请交通局再重视一下。啊，拄只高雄强，咱拄只我讲只这尖沙这个，咱这个景点全沿沙这个有问题无？有，阮即摆有咧做这个叫做环城公车啦，你讲代理无方就行西代理无方的这个公车啦。即摆规个台中市的公车的路线咧做调整，有这种的。啊，第二你讲是大人迄种，阮叫健康公车啦，吼、哦。即摆有咧规划这个健康公车，专门吼是大人坐关怀据点坐病院的，吼、哦，就这个路草，嘿对。无，这卖明年一月，啊，即摆七月会甲规个调整好，按明年一月要实施。对对对。对有啊，这就是阮的叫做环城公车啊。就爱这话景点路较细条，吼、哦。啊，无我来找一港桥议员来会勘，啊来看一下，嘿，好，好。是，好。啊，我今来办，哎。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好，干没有？没啦。我继续要个气温，给你十分啊。好，我们时间到了哈、哦。我们早上的业务咨询呢，已经时间到哈。咱休困到12:45。还要继续开会，好，休息，讲三声。